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一個論壇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能夠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優勢互補，建立開放經濟，突破外國圍堵。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的新發展格局的最佳切入點，亦都是香港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空間，可以為香港多個行業帶來龐大的機遇，開拓更加廣闊的增長空間。科技方面，國家提出要自立自強，以應對外部的壓制和打擊，透過構建完整的產業體系，減少對西方國家的技術依賴，同時通過高質量的雙向開放，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個密切而又互惠的發展關係，來到突破部分西方國家的圍堵。陳茂波又說，金管局正是與內地人民銀行和澳門金管局敲定跨境雙向理財業務試點的實施細則，很快會推出大灣區理財通和債券通南向通。